还有是网络计算机病毒啊，网络计算机病毒的话呢，网络病毒，网络病毒的话呢，也是传播很多啊，破坏程度很大，潜在性啊。那么蠕虫病毒啊，是指通过这个分布式网络来扩散特定信息的后，进而让网络和网络服务器响应缓慢啊。蠕虫啊，蠕虫病毒就在这里，那是你这个病毒瘫痪了啊。这个病毒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烦的事情啊。现在蠕虫病毒很多，所以有时候计算机慢的原因呢，也可能是中了这个蠕虫病毒啊。蠕虫病毒能够常驻一个多个系统中，并有自动重新定位的能力啊。它的病毒可以导致计算机网络呢急剧下降啊，系统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短时间内造成这个网络系统的瘫痪。它的这个特性的话呢，是传染方式多，传播速度快，清除难度大，破坏性强。那么蠕虫病毒的这个流程就可以分为这个漏洞扫描啊，漏洞它是可以扫描的。这个漏洞扫描就像我们说的一个扫描工具是吧？进行扫描，漏洞扫描它可以攻击传染现场处理这么一个。那么这个蠕虫程序扫描到有漏洞计算机，或者是将蠕虫的主体迁移到目标主体，然后呢，这个蠕虫啊，但是我们的计算机里面也会有很多漏洞啊，它扫到以后呢，就会进入到你这个计算机里面去，是吧？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学过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对计算机肯定不太了解，计算机它会莫名其妙的开一些端口出来，这端口开出来以后呢，可能呢就会产生漏洞啊，扫描以后呢，它就会进行攻击啊，进入你的系统。好，那么它首先是探测这个病毒，组织呢是否存在。我们看一下，存在的话看到是个漏洞，漏洞的话要进行攻击，传染，这样子啊，一个 swarm 这个工作的一个流程啊。它攻击的时候呢，会随生成这个 IP 地址，会探测，攻击完了以后再来，是吧？这个 IP 地址啊，是随机生成的啊，它不是说根据某一个，看哪一个，它程序自动运行的，所以它这个人工病毒就能感染，是吧？就能感染到其他系统。那么我们说这个蠕虫病毒的话，这个随机生成造成的这个不断的感染。所以它能够产生这个病毒的扩张啊，扩展是吧？那这个随机生成的话，这个地址来说的话，足够了是吧？它在这个地方这些随机生成，然后就开始感染。那如果说你们没有被感染，就是说明这个随机生成这个地址没有攻到你们来。那你们有这么幸运吗？没有发生过蠕虫病毒的话，就肯定是这个。所以这个地址没得来，因为地址很大是吧？曾经上万个，他说我随身这个地址，然后感染随身这个感染是吧？如果你被感染了，那就随身随身这个目标你中标是吧？就是啊，Skewness number 那个蠕虫病毒啊，上次讲这个蠕虫病毒呢是2013年1月25号被首次检测到。为什么是2013年1月份被首次检测到嘞？这个病毒，我跟你说，就是说，它是只有这么长，但是这个病毒呢，创造了一个奇迹，它只有367个字节，堪称呢是以巧夺天工的设计，征服了整个世界。它的设计非常强的啊，被当时称为是这个。红色病毒还有什么病毒？这个并驾齐驱的啊，它的这个优秀设计可以称为是巧夺天工。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原理还不会讲啊，我们首先讲它的破坏性。这超过800万台电脑感染这个病1月25号，我们没有被感染，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过年，说中国影响不大。1月25号，2013年时候，我们正在春节的狂欢，那是春节期，哎，1月25号春节，这是国外感染的大，这个是受害的
得8万订单。好，这个订单引起了13个互联网跟服务器中的5个服务器崩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毒啊，它是8.5秒，每个8.5秒增加自己长度，破坏一个。那么说，每个8.5秒将自己的长度扩大一点。啊，当然它还有两个名称叫做 V32.Slam 和 Severe 无菌啊。它为什么能够每个8.5秒扩大一点？因为它是用 UDP 才行，因为 TCP/IP 还不行，它也活动不了，每个8.5秒它也干不过。UDP 传输协议里面是什么？就是说它不需要三十多首，没有使用 TCP/IP。因为 TCP/IP 它要30多首，所以呢，就因为 TCP/IP 很难这个能欺骗。好，用 UDP。好，这是它的一个协议啊，它利用了这个 UDP， 所以说这个从这个防范最弱的地方进入，是吧？TCP 防范还是强，到底。那我们从 UDP 得到 ，UDP 是防范比较弱，因为不检查，是吧？直接发报接收了。好，这种利用了这个防范最弱的渠道。然后后来我们看的是啊，这个 SQL/SLAM 蠕虫呢，它是将自身发生到了 UDP 当中，要的是什么？这是微软公司 SQL 的啊 ，SQL 使用的。这个病毒因为在2002年的时候，7月份的时候被公布有这个漏洞，有这个漏洞，就是它第二个字节啊，它第二个字母它，那不是我们这个地方16字节，它没有检查这个长度，好，没检查长度是吧？哎，就这个地方没检查长度，当时被公布出来了，你没检查长度，好，不到半年就已经，这病毒就出来了，这个。病毒呗，这个 SLAM 病毒呗，就向这个 snetdl 这个函数发起了缓冲期。这个 snetdl 里面它第二个地方，它要做到两个地方，就这一行和这一行能一起向那个寻找这个，这是一个过程，它必须要通过这个函数都啊点 dl， 那点 dl 这里面呢，这个第二个部分它没有。没检查长度，好，我就对第二个字母进行攻击。这个点 dl 是一个动态结构啊，就是说它已经编好了，是吧？动态结构是已经编好了，第二就可以了，是吧？啊，第二就可以了。好，这个 SQL/SQL2000 和这个什么 DEC/DEC 里面都会安装这个数据库，这个都会利用它，是吧？安装这个数据库就有个问题了，这个数据库属于核心程序啊。数据库的运行是属于什么？必须是超级用户，是吧？那它怎么进入超级用户呢？这个用户名和密码显然查到的不同。哎，他看这个地方有漏洞，我从这个地方进去，是吧？我从这个地方切进去就是一条路径，是吧？被发现出来了。好，发现出来的话，给你开始设计了。好，这个文件啊，这个文件里面有漏洞啊，这点 DL 里面有漏洞，不会有这个情况的。第二数据件。是会被检查是吧？但是 C 语言的宿主元件它不检查，并不代表它完全不检查。为什么说它有巧夺天工的这个设计呢？因为它在后面过程中间 ，C 语言还是会对它这个控制程度会有异常处理，但是它巧妙的出来，在它这个程序里面啊，把这个控制的异常啊那块啊，有异常，这个反馈异常的地方，它给屏蔽了。就这样指令，那条指令啊，不发出异常来，我给捕获了，我捕获，就不向外面报出啊，我这个异常了没有？所以这个异常呢发不出来，这也是它的巧夺天工的一个设计啊。这个文件呢提供了，就免费的数据库提供一个 SQL/SQL 注册表的访问函数，它使用三个字符串来注册，对吧？这是一个，还有实际名称啊，这一串字符呢，全部就发向那个端口里去了，它调用这个把这个字符串全部发出去，好，它就可以攻击第二个字符串。好，它是在发那个数据包，这个蠕虫发出那个数据包啊，但通过超长字符串，因为这个字符串的第二个字符串没有经过这个长度测试，如果有长度测试的话，后面就会丢弃，好不好？你没有经过长检测的话，
它在调用这个程序的时候，在调用这个程序的时候，是吧？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啊，把这个函数发出去，把这个字符串发出去的时候，因为它要把这个端口要发出去嘛，因为它要它连数据，或者是它调出的这个把这个指令给发进端上去，它连数据啊。好，这个时候，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什么它也发送，但是发送之前的话呢，它必须要压站。这个时候，它干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像中断一样是吧？它干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必须要压站，就是保存现场，就是把这个寄存器啊、什么端地址啊、返回地址啊，全要保存下来是吧？以免它做完了之后，还要回来继续干是吧？它干这个事情的时候，它也记下来了这个返回地址，还要保好寄存器是吧？等下一次回来以后，我接着干。结果呢，这个有一个它没有常数检测好，这个就发生了一个超长的字串，好，使用第二个字串来摧毁堆栈。这个堆栈干嘛用的呢？这个堆栈就是保存现场用的，它里面主要是存储生成器，还有返回地址，还有返回地址寄存器，全在这里面，全在堆栈里面。这就是说它什么 AX 啊、BX、CXDX 啊，还有端地址啊，还有什么？生气保护好这个生气，还有这个地址的指针啊，地址的权。它这个东西存完以后就存堆栈，好不好？好，你这个一干出来以后，把堆栈给覆盖了，那返回地址就被覆盖了。那么返回地址覆盖了，就返回到你想要返回哪里，就返回哪里。好，但是这个长度呢没有进行检测，是吧？没有进行检测，很快这个地址呢。就被覆盖为零 x 设计值的42B00D9DZ， 啊，就被返回了这个地址，是端地址加堆栈啊，是吧？32位嘛，32位啊，32位，好，他们被返回了啊，被返回了地址。好，这个返回地址呢，指向另外一个数据库啊，那一个 circle sort。点 DL 的一个 jump ESP 值，因为这个地址啊，正好对应着这个中台链接库另外一个中台链接库的一个jump ESP 值。是吧？要不你就切不进去是吧？啊，它正好对应着这个地址，对应着这个微软数据库里面另外一个中台链接库，这个地址里面正好存在一个 jump ESP 值。那么它本来是使用这个数点 DL 呢，还是这个中台链接库调用这个什么，把这个 load library 把这个库函调进来，调用这个地址的，就是下面这个地址函数是吧？数据地址函数，这些函数呢，但是呢就帮助了这个病毒啊，十万病毒呢，对这个 V32.DL 还有 curl 32.DL 同权，啊，它的原理就这样。它能够呢，通过这个一出呢，获得对这个超级用户的这个访问权。好，既然访问权的话呢，我就可以调它的函数了。它就可以什么呢？帮助这个中台链接库呢，帮助这个只要能得到 source， 我切进来了，我从那种切进来以后呢，我就能够调你这个函数。它可以这个 loop 这个发送是吧？这是这个连接。我就开始自己建立连接了，是吧？我们后面的权利是吧？建立连接发送，然后我开始 tick count API， 这是一个随机的一个地址，产生一个随机 IP 地址，还有连接，连接这个地址吧，用于服务用户。就是好，然后呢，这个接着这个15就成为像随机 IP 地址来发13438。那哪个这个服务器开的，向哪个地方发？随机的发，他也不知道发给谁，是吧？发到哪个是哪个？在这里发送过程中是无限循环的，因为它的发送是老是把自己打印出来，是吧？属于无限循环的。那么应该网上面充满了改变，而且引起了 CPU 利用率达到了峰值，从而导致了上千万台受感染者发起过程。这感染主机你会向别人发送这个病毒，就导致什么扩散机？你有发过强心病了是吧？他们的六万给阻塞了，阻塞，全部阻塞。他这个代码呢，
决定好啊。好，那么呢，他这里面前面这个九十七个字节，就第一啊，前面九十七个字节啊，是他画出来的。这个名师不是啊，名师是那个什么，是那个授课时候他必须发来的，一般都有名师的，对，他也名师。后面零一是他开始摧毁的位置，摧毁对的啊，开始摧毁他，是吧？当老师估计，就是我根据的话呢，就是他可能是有八十九这个，虽然他是有十六字节，他可能有八十九个字节的缓冲去留的，给这个用的。好，那八十九个缓冲去以后呢？那么还有这个它九十七，那么还有八个字节的话，就整七，非常缺乏，是吧？整七非常那个，还有八个整七的字节，还有八个字节的整七，所以它用第一个填充了，是吧？然后后面把它找个例子，给填充过来，按他要求填充这个地方。那他聪明的地方就是什么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说他做到了一个数据包。这个数据包的话呢，能够正好啊，这个数据包大小的这个合适啊，正好把这个不减它长度缓冲区正好填满，把自己的那个地址，把自己想要去的填充到这个堆栈里面去，堆栈的那个房地里面去，是吧？你要把这个地址呢也写到里面去。这个第第三阶程序就可以覆盖这个正常的程序啊，正常程序，同时呢把先寄给他的，把那个访问地址给他了，是吧？正呢被替换的访问地址就是这个零 x 四二一零四九一一，这是他呢要替换的这个 IP 地址啊，这个地址呢被替换了，这是他的一个强大的地方，他的地方。好，那么这个地址的话指向什么呢？指向了这个 SQL 的这个微软提供的这个数据库访问的一个公开链接库中的一项处理，将跑一下。好，因此当处理数据包的函数 RET 指令返回这个 ESP 正好指向1B01，这个 ESP 啊，这个指针呢，它正好指向这个1B01啊，1B01。江口零一 ，1B01，然后呢，它这个又 ，1B01是什么？这跳14个字符是吧？是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跳这了，然后还是执行到九零，跳这了，然后来九零，执行到90这个操作以后，然后呢，才是病毒开始执行，后面是病毒的这个真正执行开始。好，这里面病毒程序里面执行的话，它的一系列操作啊，这里面就是它要封锁那个，它里面有段程序，它里面有段程序就封锁那个 C 里面暴露异常，因为你返回地址不对的时候，这个程序执行不下去了，那么它要封锁这个异常，把异常给摁住，是吧？给它爆发出来，然后呢得以复制，它可以像一个正常程序一样的开始复制，是吧？复制，像这个14339。是吧？好，这就是它的这个整个这个程序，这程序里面代码的话，我们就仔细看了啊。就是说，它的这个主要的攻击的话，这个缓冲技术啊，这个缓冲技术，这个东西非常巧妙啊。巧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把这个地址能够成功的给它按照自己的指令来执行啊。